7月9日，香港豪门千金邱永贤开了一个大 party， 据说是为即将出世的孩子举行 baby shower。 邱氏三千金邱永云、邱永贤、邱永琪三姐妹李嘉欣、石子琪都参加了，他们这个圈子堪称香港顶级豪门贵妇圈。邱氏三千金分别是邱永云后左、邱永贤居中、邱永琪后右三姐妹。邱氏三千金是老牌豪门邱德根、远东银行董事长家族的后人，李嘉欣与徐子淇邱氏三千金同框。其中李嘉欣是许晋亨的太太，徐子淇是李嘉诚的太太，徐子淇亲吻邱永贤，徐子淇与邱永贤同框，邱永贤与孩子